我曾故事中借助绝命一肚子挥斥，也曾故事外接惯着口吻宣泄偏执，学会了风阴雨静计算不算心事，泯然众人的标志，还是我吗本应做无为人心无过失。我以我穷字写下我生死，爱着替我去爱的疯子，换一双眼眸将虚幻看真实，好似万物都由我注视。我以我穷字写下我生死，愿与全世界分道而驰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看你特别亲，悲伤很累累，特别是今天。一滴即使是从前老师我见过的等我心痛，我必须把消息传出去。都什么时候了，情报比你的命还重要吗？啊，比命重要吗？啊，我求你向他们举报我吧。你可听过囚笼之中有人历劫生死，不用遮掩里映出上有心神的模式，行走在最好的时代人茫然若失，无期的今日明日无人问津，至少也该面壁说给影子。我身在炼狱留下这份记录，是希望家人和玉姐原谅我此刻的决定，但我坚信你们终会明白我的心情。我亲爱的人，我对你们如此无情，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，我辈只能奋不顾身，挽救于万一。我的肉体即将陨灭，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。